家好，我是王伟。一个偶然的机会，我到喀什旅游，来之后就被这座城市深深吸引。说实话，就是来了就不想走了。我果断辞去了郑州的工作，和朋友在喀什古城经营了一家民宿，加入到喀什古城创业者队伍。我喜欢喀什古城的原因是，它有古色古香的民居建筑，悠长曲折的小巷，有吃不完的美食，赏不完的美景，还有许多充满魅力的民族手工艺，热情好客的当地居民。近年来，借助新疆大力发展旅游业的东风，喀什古城旅游硬件设施更为完善，景区布局更加合理，旅游服务业不断发展，一年四季游客络绎不绝。今年中秋和十一期间，我们民宿接待了很多天南海北的游客。我觉得在喀什古城借助旅游业创业很有前景，于是我今年又开了一家咖啡馆。来喀什古城创业后，周围邻居给予了我很多的帮助，让远在他乡的我心里多了一丝慰藉。邻居奶奶是土生土长的喀什人，她很关心我们的生活，给了我们很多的温暖。她身上充满了当地人朴素纯真的品格。来吧，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，这里的风景独特别致，遇见喀什古城就会了解南疆的风土人情，认识到这片土地散发出的无限生机，在古城的千街万巷体验当地人的慢生活，品味不一样的人间烟火。